哈喽大家好，我是欢子，走进千秋万系列拍摄活动，现在在江西井冈山下坪镇。今天张大哥带我们去后面这个山上找那个菌子，昨天还有好多人到这山上找，那我们去看一下吧。啊，这山上的艳山红现在可以吃了，要把中间这个拔出来了。你这也是在松树底下吗？对，我们那个蘑菇也是在松树底下找得到。嗯，小时候的味道。没了，就两个，还有这个，这是没这么红，不能吃。可以。这个越白越好吃，这个怎么吃？怎么吃？就这样子可以吃啊？就这样啊？啊，真的可以吃？这个叫什么菇啊？你们这边松菇，松树菇吗？可以吃吗？这里有一个，有点冷了。放在我这边。放你这里啊？啊，你提好啊。我再去找找袋子，这里茶哎，这个茶肯定很好吃，白白的。为什么在山上找不到多少啊？可能是这几天下雨下多了，烂掉了这里。那前面有没有人过来摘？前几天下了雨，然后天晴的时候，好多人过来摘了。这里都两个人都烂掉了。今天在山上转了很久了，只找了几个香菇。找了一些茶矮，小朋友也到山上来玩了。大家那边应该这个季节山上也长了蘑菇，还有野生的竹笋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欢子 TV， 我会给大家拍摄更多原生态的农村生活。更多视频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欢子 TV。